阿杰右手的食指上沾了血，他是不是想蘸自己的血，给我们留下点什么？那是个狮子，往后写就是斩杀我大哥的，就是这姓冉的。张大哥，这只是一个线索而已。你们一定都听说过，江湖上最大的杀人组织——石沙门，其中的展部，专门执行暗杀任务的。 这位展姑娘，应该就是展部的杀手吧？我的确是展部的杀手，我叫展时七。到底是谁派你来的？阿吉，又是怎么死的？不知道。你不知道谁知道？肯定是你。目前证据不足，是非尚无定论。这个小姑娘可是杀人不眨眼的杀手。杀手的确是她的身份，但能杀人的未必只有杀手。 你们想除掉展时期的心情，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？沈林前辈，阿杰应该是你下一场比武的对手。阿杰死在擂台上，直接得好处的人，应该是你吧？华远，如果你把展时期除掉的话，你也可以少一个厉害的对手。杰兄弟，不要无凭无据的怀疑人。无凭无据？那你们现在干的不就是这种事吗？